可以哦，这个可以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暌违已久的方舟生存啦、啊。啊，那今天为什么会回来呢？封面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每一集开场都是这个样子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而言之呢，已经习惯了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啊，今天封面也告诉你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女武神模组。哦，这个女武神呢，跟之前的变形金刚模组呢是同一个作者做的。那近期内他好像有说明，就是近期内会更新，会有一些新的模组会释出。好、哦，会不会又是免费的呢？这个敬请期待哦，这个我就不晓得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做的模组其实我觉得 CP 值都算不错啦。好、哦，除了那个变形成科博文变成飞机还蛮奇怪之外，其实我觉得还行啊。好不好？那么呢，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、哦，方舟新系列快要出了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？那个阿特拉斯方舟新系列，也不能讲说方舟新系列，应该是说方舟的制作团队出的新游戏，叫做阿特拉斯，是一个以海盗世界为背景的一个架构，然后开放式世界多人的一个模式去进行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老头等超久，他一直不断的跳票，让人觉得有点靠北。不过有可能明天就会上市了，所以说老头应该没有意外会冲首发啊、哦，会马上录给大家看，第一集抢先试玩，好、哦、让大家知道这款游戏好不好玩，值不值得入手。总而言之呢，代表着老头呢又会有方舟相关的东西要出来了，所以说各位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呢，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来玩一下我们的女武神哈。哦，我们这样讲好像有点变态啊！我们来玩我们的女武神吧！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要保持一个纯洁的心来玩这款游戏啊，来玩方舟，我们不要有什么污秽的心态啊，这样是不可取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这个模组它目前好像是只有两只，然后呢，它只能用指令召唤出来，它没有办法在野生驯服。好、哦，然后它可以切换很多不同的衣服哦，哇塞！然后按 C 键可以长出翅膀，它原先的版本呢是可以自动产出黑珍珠跟能量元素，每30秒一次，只是现在新版本已去除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这个女武神只能用代码刷出来，有分两种版本，一种是 V1， 一种是 V2。 V1 的版本适合低倍的 MOD 服 ，V2 的适合原始服。我们先来玩一下 V1 的版本好了，啊、哦，咱们的女武神呢要准备出动了，来让我看看，哦，马上就这样子布灵的出来了，啊、哦，正在跟随大吉吉，哦、哎呦，你这样子跟我讲，还有一点小不好意思了，哇，比我高，七成，哇，我居然骑女神，哎、欸，我整个变成女神了。然后我不能动，应该是因为我负重的关系啊。对，没有错，我负重了。哦，稍微点一下，等他这个等级升满。然后、哦、有了，我可以动了。哇！哦，左键是旋风斩，旋风斩。哎呀，右键，哦，右键是耕田，俺是耕田的。哎、欸，还蛮流畅的、欸，怎么感觉有点像真三国无双啊？啊，可怜啊，5665哦，他这支 V1 的版本，他这个刚刚作者有说明哦，就是适合这个低倍率的 MOD 服，就是有装模组的。V2 的是原始服，就是不装任何模组的，所以说可能能力值上会差很多吧。然后呢，他这边按 C 可以有翅膀会飞，就是哦，有哎、欸，哇哇，我看到裤底啦，哇，红色的很可以。啊，老司机准备发车啦！不行，现在还蛮早的哦，这个发车可能晚一点哦。啊，这个还是晚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弓箭好帅哦，可是也飞太快了吧？它移动速度可不可以点啊？哎、欸，可以哎，我的点下去不就啊？点下去不就不得了了？直接飞向宇宙浩瀚无垠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点下去不就飞向宇宙浩瀚无垠了吗？点攻击力跟这个好了，哇，这里飞太快了吧！哦，像那个旋风满哦，有没有玩过那个 D3 啊？旋风满，好不好？嘿呀，旋风斩，加加加，加加加！哇，这个速度他妈超快！
方舟生存进化什么时候变这个样子的？好，然后按下 C 键又会变回来。哦哦，会变颜色哎，总共有几种啊？哎，怎么又一样了？怎么颜色只剩下这个颜色？哎，不过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哦，这就变成黄色，好像过一阵子才会有颜色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变紫色，紫色也不错看啊。然后他这个女武神呢，好像可以换服装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干什么东西？每次都想要偷我的东西，你这个死鱼鸟！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鱼鸟哥。哦，然后据说呢，这个模组还可以换衣服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他换衣服。啊死！不好意思呀、啊。哦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太适合做这种事情。来来来，换个衣服，随机哎，随机换装。哦哦，这件很可以。啊死 ！Oh my gosh！Oh my gosh！Holy crap！ 换衣服。哦，还有声音。那那那，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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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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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哎，这是不是刚刚那一套吗？再一次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的可以哦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可以啦！这个我可以，这个我可以，哇！这个这一套也很棒哎，死给！再来，哦，哎，怎么感觉又很像类似的？不过它这个后面的镰刀变不一样了哦。哦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啦啦啦，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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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飞吻哦，这个可以，嗯。恋爱了，恋爱了，哦，这个也可以。我怎么感觉现在方舟玩这款游戏，怎么有点莫名其妙变成在看看妹子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哦，这个这个可以。来来来，出来出来，来来来，老司机发车。呀，哎，他原本的跳，他原本的跳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哎呦，二段跳跃，好霸王龙来啊 ，good， 嘿嘿嘿，立马秒杀。Good， 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原来是泰克迅猛龙。我们来看一下 V2 版本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一样哦。反正就是都来看看吧。来，这个是 V2 版的 ，V2 版的比较适用于原始贝绿服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忘记了，他按 R 是有 B 卷是不是啊？按下看看好了。啊，对哦，我本来就把 B 卷关掉啊。哦。没有 B 卷正常的，我的白痴什么？好，不要理我。哦，啊，这个呢，攻击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样，没有什么变。负重了，移动速度上有差哦。啊，没有，应该是我负重的关系。来，哦，有攻击力变低了，攻击力变低了。这个是比较稍弱的版本，它就只是单纯把攻击力削弱而已啊，什么277，单纯削弱攻击力而已。哎，这什么、啊？这么多？身体？哦，哇，这可以自己改耶！哦，这套很好，啊、谁啦？原来我正在专心的时候在那边哦，真的是不会看时间的哦。哎，这套很好，这个萝莉塔，萝莉塔服。哦，手套也可以换一下这样子，有没有看起来比较秀气一点？像是这一种，然后可以换一下，换头部。头部我觉得刚刚那个发型蛮好看，像这个挺不错的。然后再腿部，哦。哎、欸，不行，鞋子怪怪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玩半加加九了、啊？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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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机武器，那那那那那那随机武器，你到底有没有换武器啊，大哥？随机武器，我是要你随机武器，不是你在那边跳来跳去的好不好？哦，这个超赞的、欸，我很喜欢。很可以，好吧。总而言之呢，目前为止呢，这款游戏不是这款游戏，我已经语无伦次了。
然后目前为止的这个女武神大概内容就这些哦，那只是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如果你们喜欢看库迪，不是啊，如果你们喜欢对这个女武神有点兴趣的啊，然后又喜欢看她的晃，不是，喜欢看她的这个摇头晃脑呢啊，这个就是耍卖萌啊。你们喜欢的话呢啊，欢迎自行去下载哈。那如果你们真的需要的话呢，老头是可以把这个模组连结放在这个影片下方，如果有需要你们自行去索取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这个试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那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，我个人是觉得蛮赞的啦，好不好？你看看看，你看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哦，这个很可以，这个很行，好，非常棒。今天的这个影片收图就由你来当首发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了。就是你了，万中选一，这个姿势非常可以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这个老司机差不多开到这边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说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希望呢能有更多类似的模组，啊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们知道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要有机会呢再见面了，拜拜。